上次做的萝卜丸子，我女儿说好吃，今天又给她带了一盘。青萝卜、胡萝卜切丝，开水焯烫三十秒，捞出几干水分再切碎，加青花、鸡蛋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、十三香、淀粉，搅匀，不能太湿了，要能够团成团子。筷子开始冒泡下丸子，小火慢炸，大概二到三分钟左右，炸至金黄，捞出，沥干，Q弹酥脆，真的比酥肉都好吃。